不到翁。当我哋心情有时唔好，觉得好烦，冇乜心机，可以做呢个练习，令身体放松一下。首先，我哋预备好姿势，可以自然咁企喺度，双脚企到同膊头差唔多阔，双脚自然伸直，可以微微弯曲，放松膝头哥，唔好锁住。对脚成十一字，唔好内八字或者外八字。双手自然放松，然后感受一下身体的感觉，是舒服、不舒服定冇变。记住，所有的感觉都冇啱同埋错，都是属于自己的感觉。跟住轻松咁喐下啲脚趾，上下咁喐动一下，然后好似不倒翁咁轻轻咁摆动，尽量平衡，再翻去中间，可以左边、右边、前面、后边咁喐动，尽量保持平衡，唔好跌，再翻正中嘅位置。感受一下呢一刻的感觉，可以用手轻轻地放在头顶，然后用力压一压，感受一下正中的感觉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挑战一下，摆动多一点，用双脚的力来支撑，不要用腰或者用手来平衡，最后慢慢地停下，自然地呼吸一下。如果你觉得舒服，可以定期地做这些练习。